来，老铁们，恶棍连弓啊，尺寸短小精干，在车内轻松打开。这款弓是专为车内户外运动啊设计的一款弓型，多了不说，少了不落啊，咱们打个气球，爆了以后给老铁们测一下距离啊。这个距离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估算的话应该在50米左右吧，啊，50米左右。然后咱们尽量打高一点，别打低了，因为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呢，如果打低的话，不给第二下机会了啊。哇，头一下就打高了啊！再来一下。好，第二下就打爆了啊！非常稳定，非常精准的一把弓啊！户外运动就这样啊，宁可打高，别打低啊！恶棍两用弓啊！这时候给老铁们测一下距离，这个距离我也不知道多远，但是呢，咱们上个测距仪就知道了啊。咱把它放大一下，哦，这儿呢，这气球啊，看到了，它气球这根棍子还在这儿呢啊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我操，58米，就是这距离，老铁们啊，在这儿呢，这插这气球的棍子啊。